我哋系 Mira， 我系阿 Jack， 我系 Anson Low， 我系 Tiger， 我系 Eden。系，同埋問你哋有冇接觸過排球啊？咁因為大家嗰陣時都好想有渴望嗰個角色，係，渴望可以參與。就係咁話自己同排球幾有淵源啦、啊。我記得我係話我阿爸以前成日睇女排嘅。咩？我中學嘅時候個女朋友個 friend 係排球校隊。跟住 Elton 係佢即刻轉咗自己 wallpaper 係排球少年咯。係啊，我 wallpaper 都係排球少年啊，我幾中意排球。我就話阿妹係打排球，咁但係咧，其實係有幾多個人係真係打過排球咧？可能都係，可能真係啲人啦、啊，身高啦。係咁樣講好似好假咁，但我游水真係泳隊嚟。哇！你真係好煩，我唔係特登。你係 Anson Low 游泳？唔係啊，唔係，但係係唔係？有望挑戰隊。同埋以前有台係有一套遊咩戀愛自由式啊，係啊，即係以前覺得個戀愛蛙式。讲得好啊！既然你哋对其他运动题材咁有信心，柴犬追星就俾个挑战你哋啦。游戏玩法好简单，两个人一组，用身体语言令队友估中卡上面嘅运动名称同埋关键字。三分钟内估中得最多嘅就系今日嘅胜利者。嚟嚟嚟嚟嚟，第一题，排球，沙滩排球，太阳游。哇，劲啊！我要我神神明吓，踢波、足球、少林足球、功夫足球、美式足球。哇，佢唔识啊呢、這个。第二个字二，第二个字系第三个字系二，第四个字系一乜乜二一乜乜二一跑步二一冲线二一冲球二一冲吹冲呼冲锋冲锋二一啱啊！人哋唔系读二一，冲锋廿一。哎呀，哇，咁梗系啦。关跆拳道事噶？重击重阳重月亮重星重量重量重量级。第三个字，第三射头。第一隻是射，第二隻是界中，咩嚟噶？射中三，射中三篮球，射中三抢板，射中三咩？第四隻咩？你做第四个字啦。分界分射中三分球。哎，俾你唔啱，最尾个字射中三分波。Eden 阿 Low 啱六题，唔知道 Tiger 同阿 J 会唔会追到呢？足球、踢球，哎呀，你真的很蠢啊！仔，C 朗，几多？你问几多个字啊？几多个字啊？四个字。Tiger， 你做呢、這个？佢做紧咩啊？哦，拇指戏法。系啦，都系佢识嘅呢个。我嚟，哎，呢个益你啊！啊，冇声噶。OK， 系啱，跟住第下低四个字，一个。但是动漫来的，继续讲。网球王子。对了。啦羽毛球。下低很难、啊。你要识字啊，要识字啊，很难。你加油。他做口型。冇笔。吓呢个咩嚟嘅？我都唔识啊呢个。我知埋都唔知你讲系咩。板。冇网，冇板，冇呢个好呢个乜嚟噶？我用翻啲 pass 咯，可以 pass 噶喎 ，pass 住先。诶，呢个啱 Tiger 呢个，乒乓波，棒球，棒球，高尔夫球系，跟住小鸟，系呢个啊，呢个好，呢个好，睇佢点做，五个字。Lightning 舞，类似嘅五个字，玩完啦，系一个比赛嚟嘅，咁样嗰啲嘅，吓呢个咩嚟噶？比赛，飞咯飞咯，到你个，唉真系好渣，呢个得啦啩？呢个两个字，游水，系啦，跟住之后系一个剧嚟噶，嘣，佢讲晒嘢，其实唔可以讲嘢，嘣啊，嘣，系 defense 后面两个字啱，嘣！前面两个字，
即係蹦啊！佢要蹦。天生啊！啊！係啊！俾埋佢，俾埋佢，俾埋佢。系假啲嘅，垃圾。算啦，唔好喊啦，唔好喊啦。嗱，记住11月13日睇《男排女将》。做咩？你喂你，到时你咁样，我咁样 ，Anson 都做。好，嚟，2, 3, 4, and 1, 2, 3, 4, and 1, 2, 3, 4, and 1.